一块一块冻到几落冻的岩石，就安尼为五月份开始堆伫国姓乡大基川的高洞溪崖溪顶面，并渐渐将溪水塌掉，形成堰塞湖，和大基川民是真烦恼。这就是迄个五月份的迄个梅雨季吼，一摆落大吼，啊石壁拢崩落来，啊甲迄河道拢阻塞吼，啊形成这个堰塞湖哦。啊，经过我们向乡公所、甲水保局来申请啊，啊有来回勘轨吼，就是决议说爱甲这个河道爱回畅通吼。水保局官说，但是我们乡公所就是说考虑这个危险的问题哦，啊，甲即款拢无来人工啊，所以讲。这个堰塞湖愈积愈大吼，所以对阮民宅吼会危害很大呢。民众反映予公所了后，相关单位也是拢无来处理，因此是定情予李伟林民警，希望伊会当督促水保局赶紧来处理。啊，像这个很简单的处理方式吼，都请卡拉机吼，再打破脆水那卡拉机吼，在对岸这边呢，把它打破就好了，就可以把它清掉，也不要到危险的对岸的这个危险地方啊来做。所以这很容易，这我想啊，这个要处理多一天了、啊、就可以把它处理好了哈、哦。那所以我就希望啊，我们有关单位啊，水保局跟公所、啊、赶快来处理，不要再造成啊这个民怨哈、啊，啊河水泛滥成灾了，再要来处理的话，已经慢了半步哈、啊。附近居民大家骑车经过，看到堰塞湖是愈积愈多，心内拢感觉真不安。虽然也是会当看到有小部分的溪水有豆豆将水流掉的状况，但大基村民也是真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伫安全的范围内，赶紧时间将石头搬走，恢复溪水畅通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